开小小嘴巴，超萌模样实在很可爱。团团圆圆二宝诞生，头好壮壮。拿来跟姐姐比一下，那看起来很短的这十天内呢，二宝成长的速度，因为据我了解，今年大概全部二宝都是吃的都是妈妈的母乳。不止体重，吹气球比出生时足足大了一倍。仔细看，虽然还是眯眯眼，二宝黑眼圈已经慢慢出现，毛色渐显。因为母亲圆圆生产后不小心勾到宝宝，导致二宝背部有伤口，现在母女分开照顾，但得让圆圆先练习当好妈妈。圆芳准备了防仔，不止外观就像小猫熊宝宝，还要沾上二宝气味，甚至用蓝牙喇叭模拟叫声。蛮期待的，因为就很可爱啊，就小小只的，然后走跟妈妈在那边玩，就很期待这样子的感觉。会是带着小朋友来看动物园喜事，一桩接一桩。黑冠松鼠猴有新成员，看到妈妈背着小小猴子跳上跳下，充分展现母爱，也让幸运目睹的游客超开心。动物园增添新生命，喜事连连。三雄广播李婷特报道。